我有个秘密需要嘴对嘴告诉你。喜欢你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偏偏我喜欢找麻烦。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2:29。不是，是我们幸福的起点。不管你生肖属什么，遇到我你会属老虎，我会让你舒服。旁白哥抱抱，情人节限定 ，Eunice 就要撩你。外星人是他的菜，绿皮肤也可以哦。你好，点主要是那个晚餐要吃什么？这真的是对，就是今天是不是 Friday night？ 因为我们有在饮食控制。基本上是放松，基本上是啊。玉婷，你觉得是？3到4天。对，如果大表演的时候，通常我们就会比较严格一点。我现在反而是听到胖。这个字我会开心，人生这么短，开心就好。过敏两个，我对一个东西叫老妖精过敏。哦，我就是疯狂流泪，就是一直流眼泪。因为过敏吗？对，也可能不是因为过敏。心情不好。别说，你每天就会觉得说，我到底在这个团干嘛？就我好像哪里也比不上他们这样。那我倒不如就是学习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。刚好我就找到台语这个点，那这个点就是目前我能在团里面运用。比较恰当的一件事，不然以前我都做这行。哎，徐伟，帮我倒杯水。我准备好要在那之前交一个女朋友，然后跟她过情人节。他这么拼吗？我打算避开情人节，我把自己塞在棉被里面，没错。应该也不至于空下来吧？我觉得比较需要空下来，应该是2月17吧。就是我的生日，我比较想空下来。理想型吗？我比较喜欢那种外表看起来乖乖、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清纯。可爱孝顺，主要是要懂事，就是稍微要有社会化一点，就是可能就不能太幼稚。我喜欢那种喜欢我的，对，就看感觉嘛，也不要去设定嘛，设定也找不到，对，来了就来。我，其实我没什么要求哎，开心一点。哦，只要有礼貌啊，个性能配得上，然后姐一定要。哎，不用，我喜欢银河系的，就是要长得有点那种外太空的感觉，就是要美得像从其他星球来的。如果他皮肤是蓝色的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但是绿色的可以，就是那个星际义工队那个，蛮喜欢舒淇姐姐的，如果舒淇姐姐有看到的话。三立娱乐新闻，舒淇不是地球人吗？报道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。小 S， 我是吴光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李菁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。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给你赚，龙给你欢喜，龙给你大发。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配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爱你哦，赞啦。